Hello， 大家好。前两天客户给我寄来一个材料，它是一个模具铸出来的一种类似塑料材质，然后客户想看它切割的速度，然后切割的效果怎么样，然后咱们一起给它测试一下。好，今天就用这个9060/900的，然后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材料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切割效果。这个材质的话很轻易的切割，现在功率用的80，如果说大功率的话效果更好，速度的话更快，主要是效率问题。切割的话整体断面包括效果还是不错。